那就是清洁类用完以后，我们就试想那试一下那个南方他们说的那个好用的护发。我是喜欢涂的比较多，因为我觉得老了就要多涂，又没有时间去美容院，所以就是自己在家做的这些护理，一定要把它做好。现在涂差不多一会儿10几15分钟吧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刚才给大家开床耽误的时间有点长，然后我现在要把这个视泉大组面膜把它洗了。现在我已经把脸洗干净了，还是很舒服的。怎么样？这个斑是比较顽固。